台湾的朋友们，好久不见了，别来无恙，你们好不好啊？今天呢，没想到我也可以成为中信兄弟的一份子。是哦，喜欢我这件特制的球衣吗？谢谢。啊，虽然我不打棒球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国际球，应该是说棒球英雄的灵魂的一个球场里面表演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我记忆中上一次在台湾现场演出应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好久之前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选了一些歌曲是希望大家会喜欢的歌曲，让我们先来分享几首我们的歌曲好不好？脱掉，外套脱掉，你们唱。外套脱掉。